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F 家族。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朱志新。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张泽宇。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张吉。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左航。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苏金浩。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张俊豪。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于允涵。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穆志成。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陈天润。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童宇坤。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姚玉成。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邓嘉欣。Hello， 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王硕。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广州的演唱会今天已经顺利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也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然后呢，今天在这里有两件事情想跟大家宣布一下。对，有点紧张。其实我会更紧张的，要不先说吧。OK。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时间嘛就是一年，然后呢我们整个三代也开始为这个事情要开始筹备了。今天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三代这个单独企划的新微博正式开通了。接下来的这一年，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微博里面见证我们的成长与故事的延续。也就是说之后新的这个账号了。对，应该是。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是的，而且可能一年之后我们人也没有办法这么齐了。珍惜此刻，珍惜每一刻吧。是的。那么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八月份还会有一场演出，就是我们的第三站。会是哪里呢？我们会不会在会不会在国外呢？像西班牙。那么今天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准备新的惊喜给大家。希望我们下次还能继续见面。下次一定见，拜拜。